想知道在中东地区的无人海岛露营是种什么体验？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。Let's go! OK, 朋友们，欢迎进入我的频道。住了，那走，我们过去。哎呀，今天的风平浪静啊！这一次的活动呢是黄东组织的，然后来的都是他朋友，希望这次旅途愉快。OK。看到没有，行李这么多啊，人也好多啊，估计20多个人。行李呢换这个船。我们坐那边那个船，哦，我们准备上了，这条船蛮漂亮的。OK。哎呦，啊，我坐这。好美啊，这里哦，非常漂亮。到了，我们现在估计在那个位置，在那个小沙滩那里，这个露营一样，风景非常美。靠船啦，这个浪还有点大，拎东西。帐篷我们已经搭好了，今天带鱼枪啊，希望能打到鱼啊。然后我的邻居就是巴基斯坦的，再过去就菲律宾的，然后在那边还有孟加拉的，好几个国家。现在我们往那个方向去。We go catch fish. Go there. Yeah. Baby. Bye bye. Bye bye. 这个房东的儿子。哎呦，浪还有点大啊。我们准备下。哦，收获第一条，十八。哦，这条海蚌蛮大的，收了收了。墨鱼一只，OK， 看到没有，这只蛮大的，很大。
有一条十八，哦，收了收了。猴海骑士鱼啊，哦，收获一下。我们今天都收获了什么呀？都有各种各样的。什么鱼？老大了，哇！你看一锅都快煮不下了。鳗鱼其实有三条，跑了一条。墨鱼。这墨鱼很大的。是我看见的哈。啊，对。墨鱼，这个是红海骑士鱼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应该是蓝星斑还是红星斑啊？这颜色里面这有一小点一小点的。现在我们拉过去给他们烧烤，全部拿去。拉面。哇！来 ，BBQ。哇 ！No problem。哇 ！Still alive？ Yeah。Oh my God！ Please BBQ。Oh wait wait wait！ Sweet？ Yeah yes good。Arabic hamur. Hamur. Yeah, this one hamur. 鱼已经给他们了，现在我们在这里等，就是我们负责打鱼，他们负责做鱼。OK。垃圾呀，谁乱扔垃圾？给他换去了。我们现在去那边看一下，这个夕阳还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都是我们的大部队呀，这么多人啊，好多人啊。这里真的是寸草不生啊！哎呦，快到了！哇，夕阳是没有看到啊，但是这边海水超美啊，真的，看到这边的风景没有？虽然是那种寸草不生的这种地方，但是配上大海啊，就显得非常非常壮观一样的。再让你们看一下，我要下去 BBQ 了。漂亮吗？然后今天我的衣服啊被弄湿掉了，所以穿那个摄影师的衣服，就还好我也不是特别胖，也蛮合身的。OK， 来个篝火晚会啊！哟，这小朋友在这里看我。穿我衣服还挺合身的呀，那必须的了，我身材这么好。哦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，等一下拿来 BBQ。这里木头比较难捡，所以这个生的火比较小堆啊。他们在那边 BBQ， 等一下开吃了。哇，看起来老香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黄东老婆在烤，嗯，房东的儿子在炒菜，炒鸡胸肉。Hello， 哦，这有虾，还有饼饼，还有米饭，然后还有红烧牛肉。哦，我看到了我们的烤鱼啊。这是我们的烤鱿鱼吗？啊，这是我们的鱼哦。那点，这是烤鸡。哦，太好吃了，我又拿点来吃。
它这个料啊，那就估计腌了好几个小时，所以这个肉非常好吃。刚试试哈，有点烤焦掉，这种有点焦掉，但吃起来非常好吃。看相不行哈，吃的是非常棒。嗯，太棒了。其实啊，讲实话，那鱼啊什么啊，就留给他们吃，我还不爱吃。我这样吃鸡肉啊、牛肉，他们爱吃。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谢谢。